在天空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形容心微微虚中兴奋又惶恐，或许你懂。沉睡冰川逐渐消融，光轻拂裂缝，想抓住这份激动，把你捧在手中，对你情有独钟，希望你懂。陪着你置身大雨中，一起等彩虹，陪着你仰望那星空，做我们的梦，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就让这爱爱爱汹涌。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真而愚弄，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就让这爱爱爱汹涌。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真而愚弄，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就让这爱。明天的决赛我也上场，咱们明天赛场见，加油啊。啊，明天见。完了，这赵老师以前教我们临床的特别厉害，明天怎么办啊？我带你去个地方。啊，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你跟我来就知道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这个地方的布局都没有变过。一点都没变。那年我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看着你救了卡罗。赵医生，赶紧上肾上腺素吧！不行，来不及了。不行，我不能放弃。卡洛，卡洛醒了。所以不管对手是谁，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资历和背景，我都相信你。只要你不放弃，一直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会脱颖而出的。你可以，就像当年你没有放弃卡洛一样。我知道了，谢谢你。想不到我们沈总当年一眼就相中了坚定执着的我，那个时候就对我芳心暗许啦。你干嘛？看看你脸有多大。疼，你不放手。雨贤还在医院呢。哦，他大概也在担心明天的比赛吧。应该吧，他这人啊，虽然平时懒散，但是对在乎的事儿还是很上心的。这个点就算让他回去了，他也睡不着。让他练吧。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吗？
这儿离比赛现场近，我就不折腾了。哦，那我就留下来陪你吧。为什么？谁让我是田院长的男朋友呢？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害臊的话？棉花糖飘悠在天空，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心容心微微虚。哎呀，不要看少儿不宜伤，全身阴沉逐渐消融，光轻拂裂缝，想抓住这我背试题背得有点头疼，我出来透透气，顺便溜溜请继续。陪着你只是那雨中一起等彩虹，陪着你仰望那星空，做我们的梦，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就让这爱汹涌。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了？田佩兰准备了自嗨锅，有没有兴趣一起啊？你俩今晚也住天灵啊？什么叫我们也？你们也住这儿？对啊，现场离医院这么近，我们不折腾了。哎，如果你们俩觉得我们在这碍事儿的话，我们可以走啊，是不是啊？哎，温静呢？温静怎么不来吃饭啊？对啊，我刚才还看见她，她怎么不来吃饭？陈大夫，甜甜，陈大夫有急诊，患者呢？患者来不了啊。他羊水破了多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之前他肚子一直在收缩，我上网查了一下。饼干它这是在宫缩，可就是生不出来，所以我就……我看一下。你要干嘛？我要检查一下它产道的情况。医生，饼干现在情况怎么样？胎位不正，是臀位，所以卡在产道里生不出来。那现在怎么办？饼干，来，咱们起来溜达溜达，咱们慢慢走啊，走。可以溜吗？可以的，我让他慢慢溜达溜达，恢复产位，这样自然产是最好的。实在不行，就要带到医院做剖腹产。啊？泡芙，来，慢慢走一走，慢一点啊，饼干，来，慢点。饼干是小区里的流浪狗，本来我只是每天喂一喂，后来发现它肚子越来越大，我担心它的安全，才把它接到家里来的。那。要是剖腹的话，大概得多少钱啊？钱你不用担心，我来帮你解决。谢谢啊，沈总这么有觉悟呢。当然了，毕竟我现在可是田院长的人。那既然这么有觉悟，你就去冲点羊奶吧。遵命。行了，多简单，泡好了。那你试过水温没有？得在手背上试，不烫不凉才行。我当然试了。走，咱们再来一圈，慢慢走啊。水温正好，不用担心。宫缩了，可以准备生产了。
慢点走。嗯，来饼干，来，饼干加油，饼干加油，饼干，饼干，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快了！饼干加油，饼干加油，饼干加油。谢谢你啊，小田医生，今天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用谢我，母子平安就太好了。嗯，而且小狗真可爱。哦，对了，这个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啊，好，那我们走了。嗯，慢走啊，谢谢。拜拜。拜拜，慢走啊。顾博士，您好。你好。我想做一份 DNA 鉴定。可以吗？好，等结果出来我会通知您的。谢谢啊。应该的。神秘，你去哪儿了？我在观众席呢。你怎么跑观众席去了？我现在紧张的腿都有点软了。咱们昨天不是刚刚复盘过了吗？我就是害怕发挥的不好，毕竟这是决赛，关系到我们田林的未来，所以我特别重视。不是，你说你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田院长，区区一个医疗大赛的决赛，你就掌控不住了？道理我都懂，但是现在还是心慌的厉害。没关系，那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田林加油，打败西城！怎么这么多人啊？走完这一圈就回家，我和你一样贪玩耍，晚风总爱牵动枝桠，好像我和你啊，今晚就一同卧沙发，左边是你，右边爆米花，画面讲述一个童话，他们彼此守望，我想你也会这样。如今你还在我身旁，一同穿梭时间熙攘，看惯了离散，越是明白相伴不寻常，值得珍藏我们交换彼此时光，或许时光不算漫长。
世事变迁，带不走你天真。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看见了吗，甜甜，这些都是你曾经帮助过的人，他们今天都是特意来给你加油打气，为你加油，为甜甜加油。哦对了，还有小竹让我转告你，他虽然来不了现场，但他会在心里为你加油打气。神秘，你这个人真的是，你怎么能这么讨厌？本来我都已经够紧张的了，你还要做这种事让我哭。傻，哭什么？其实还有一个人也要感谢你。谁呀？我。你。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我曾经内心丢掉的东西。什么意思？什么是你内心丢掉的东西？我的秘密。秘密？比赛结束再告诉你。好好比赛，加油。嗯，加油。战前动员会，快来！快点，快点，快点！来了，姐。好了，都到齐了。我说一下，决赛的比赛流程：第一轮宠物全面美容。田雨贤，你准备好了吧？放心，哼，你小子要输给那个阿木，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拿剪子剪都比他拿推子推的强，闭眼赢妥妥的。第二轮呢是知识竞赛，知识竞赛的规则是答对加分，答错了要扣分，所以一定要十足的把握再去抢答。明白。明白。第三轮按照规矩还是我们三个人上，老陈、我、温静。放心，到不了第三轮，第二轮就将他们拿捏了。不过呢，如果没有这个第三轮，那我这么出神入化、深厚的医学素养就无从展现了呀。同志们，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咱们田林拿下冠军，我陈一凡很快就会爱情事业双丰收了。老陈，那你给我估。哎，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吗？钉谁呀、啊？钉哪儿啊？怎么钉啊？请坐。好了好了，不开玩笑啊！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也是临时知道的。喜宠那边找了一个外援，这个外援我认识，是我之前在农大上学时候的赵老师，他很厉害，他是带我们临床实验课的，也在农大医院当过主治医生。啊啊，这样都行啊？这不是作弊吗？这也太卑鄙了吧！就是，我刚知道消息的时候跟你们一样生气，但是呢，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听前奏就知道是沈蜜罐的毒鸡汤，谁愿意听？哎呀，这个恋爱的时候吧，难免会散发出一些酸臭的味道，但是这种味道我很喜欢。是有点酸臭，你离我远点，不要传染给别人。一二三，田林加油，大败西虫。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宠物医疗大赛决赛的现场。首先，请允许我再次向您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宠物时尚杂志主编张琳女士，欢迎您；农大动物医学学院林念之院长，欢迎您；副院长刘增明先生，欢迎您；著名动物医学专家施明远大夫，欢迎您；成科动物医疗器械集团董事长冯敬义先生，欢迎您；以及中国兽医协会资深研究员乔丽女士，欢迎您。沈总，其实预赛的时候就应该让施大夫跟冯总再次感谢我们的评委嘉宾的到场，谢谢。那进行这个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宠物美容，二位选手请就位。我们的第一轮比赛内容是：
由参赛选手为这两只可爱的比熊进行全身护理，包括毛皮、口腔、头部以及毛发修剪。好，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阿木是在故意施压，但是田雨贤没有受到影响，没有打乱自己的步骤和节奏。我相信在规定时间内，他肯定可以完成。可以，节奏赶上了。他怎么还不开始啊？怎么感觉他这是电推剪没电了吧？这比赛前应该检查的呀。那不行啊。您好，我们这边选手工具出现了问题，能不能帮我们换几节七号电池啊？这个恐怕不行，大赛规则中选手比赛开始后任何人不得进场。不是，那这是突发情况呀。这个我们没办法。
等待评委审核。这位选手，请放下手中的工具，等待评委的审核。这不符合规矩吧？时间到了，以后的成绩就不算数了。对呀，按时完成是硬性条件，他已经没有评判资格了。林院长，您怎么看？成绩单说成绩，不过我倒是想看看他的作品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请他继续。田林芳已经完成了比赛，掌声恭喜他。加油加油。那现在有请评委老师为二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沈总，咱这五位评委给咱们44分，田林零分，一分没有，这场咱稳赢了啊！请张主编为田林队打分，10分，恭喜田林队，掌声！10分。现在有请张主编为西城队打分，0分。零分？为什么零分？这什么情况？这是？谢谢。大屏幕，请为我们呈现一下比分的最终情况。看来张主编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和其他评委有很大的出入。那现在能否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呢？首先，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为什么给了洗宠的这位选手0分。通常我们在给小狗洗澡的时候，都会把水温控制在30到40度之间。但是这位选手直接跳过了室温的步骤，给小狗冲洗。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应激反应，一个对小狗没有任何爱心的选手，在我这里只配得0分。但是相反，这位选手就做得很正确，在整个护理的过程中，小狗没有任何的不适。我想他是真的用心在为小狗做护理，而不是来参加一个非胜即负的比赛。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田林的这位选手给小狗做的这个造型，的确看起来这个造型离经叛道，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审美，这个毋庸赘述。我想从技术层面为大家分析一下，我为什么给了这位选手满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一把电剪做一个板寸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用一把普通的剪刀，就非常考验这位选手的控制力和精准度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狗的脸被剪成了一个精美的方形，无论从毛发的边缘整齐度，还是接近于90度的直角，可以说接近完美，所以我给了他满分。当然这位选手可能超过了比赛时间，但是我依旧非常欣赏你精湛的技术以及对宠物的关爱态度，所以我很赞赏你。当然我的分数可能不能改变任何结果，但是我依旧想对你说，你做的真的很棒。好的，谢谢，感谢张主编的精彩分享。现在有请现场的观众为二位选手打分，支持喜宠代表队的请打分，请亮分。支持田林代表队的请打分，
请亮分。好的，谢谢。现在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会向您呈现本场比赛的最终成绩。喜宠国际动物医院获得48分，田林动物医院获得46分。在此我宣布，喜宠国际动物医院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通过二位选手的成绩可以看出，与评委评分截然相反。我们现场观众的投票情况，只有20名观众把票投给了喜宠，但其他的180名观众全部把票投给了田林。在5位评委全部打0分的情况下，田林只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田雨贤，田雨贤。喂，你们干嘛？我才是胜利者啊！都怪我，我要上场前再检查一下电池去。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场比赛而已，是不是？而且你表现得特别棒，你知道吗？我们都看到了，你做了一位专业宠物美容师所有该做的一切。是啊，雨贤，你听到大家给你的欢呼声了吗？而且你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比那阿木强多了。咱们下一局好好比，赢过来，总会扳过来的吧，分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定会赢的。一定会赢，一定会赢，一定会赢，一定会赢。一定会赢的。田林加油，打败喜宠。我有一个坏消息，参加知识竞答的医师从业资格证必须满1年。那完了，温静不满1年他不能参加。那这第三轮怎么办？是补充规则，今天早上才发布的，应该是我叔叔他们搞的鬼。第三轮没有限制，只要人数不超过4个就可以。不是第二轮都比不了呢，还有第三轮，这不针对咱们天林吗？那现在怎么办呀？现在还有谁能救场啊？现在不管是找谁都来不及了，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比赛了，时间根本就不够用。我刚刚也抗议过临时调整规则，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沈总，您这招釜底抽薪可真是高啊。看来田林还得是由我出马才行。哥，沈晨，你小子来得及时啊！你是不是知道我们有难，来救我们水火啊？说真的，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想过的。老陈，想死我！你手劲有点大。本来以为没有我，你们根本扛不过预赛。没有想到让你们混进了决赛。
听说大赛改了规则，念在我们同僚之情，我顺便过来看看吧。果然啊，没有我你们就是不行，可想而知我有多重要，是吧？太重要了。第二轮比赛马上开始，请两队选手陆续进场。来的正是时候。当然，现在人也齐了，咱们赶紧准备下去比赛吧。嗯，走走吧。走，等会儿。你又打什么主意呢？你紧张什么呀？第二轮比赛马上开始，有请两队选手入场。首先入场的是喜宠代表队，掌声欢迎他们。现在入场的是田林代表队，掌声欢迎他们。加油，打败喜宠。哎，沈总，那不是您公子吗？釜底抽薪有什么意思？杀人诛心才痛快。请选手入座，比赛正式开始，请看第一题，大屏幕。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上，吉祥物五个福娃，其中一个吉祥物的外形是一条鱼。那么，请问吉祥物的昵称是什么呢 ？A. 贝贝 ，B. 晶晶 ，C. 欢欢 ，D. 莹莹。请作答。我没看错吧？这是宠物知识大赛吗？这题目也……我选 A. 贝贝。回答正确。喜宠加100分。请看下一题，大屏幕。在中国药典中经常看到在溶液后标注1-10的符号，这道题我会。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A. 表示液体密度 ，B. 序列号 ，C. 表示体积浓度 ，D. 表示液体纯度。有请。选 C， 表示体积浓度。回答正确，喜宠再加100分。下一题，犬的唾液中有没有消化酶 ？A 有 ，B 没有。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田林和喜宠同为3200分的成绩，共同进入到最后一题的争夺。请看大屏幕，犬食入腐败变质的鱼肉、酸奶和其他食物后，会突然呕吐、下痢、流泪、发痒，分泌物。我感觉他们这道题一定会抢答，所以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机。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请作答。队长，这个题是你不了解。好好好，先看看。哎，这道题你会吗？我上学那会儿接触过，但是我不确定答案。沈晨，你会吗？让我一人装下，我千百次被你融化，却不知如何表达。我只能抱紧你啊，如今你还在我身旁，一同穿梭时间熙攘。有一天，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融化。